有多少人？2000，3000，起码过10000我才说话。我们先把杯子拿到旁边去，把那个小空腾出来，好不好？因为真的没有位置，我们先把那个杯子放到这个后面。是的，素颜，你看我爆皮了。有料酒吧？点一个棒面，是不是料酒？总之上面就是这种东西。好了，过一万了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伟霆。感谢你们的到来。你看你们是不是已经一下子直播穿越了到另外一个世界了？你看，今天是我们一起露营吧。杀青的日子，然后就通过我的微博直播就跟大家见面，然后呢在里面有我们的露营家族，也有我们的一些神秘的嘉宾，所以就看你们反应了。就是如果反应好的话，我就让你们跟他们聊天。这也是很冷的，你听到他们的声音吗？很潮的声音，你听到吗？你们听到吗？听不听到？是太干了这里啊！我先给大家看看，我们这一边是很多工作人员的。其实你看，等一下，我需要那个。你现在就要吗？差不多，马上就要。OK。大家好，我是陈伟霆。你才不是，我是杨迪。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，今天是我们一起露营吧。我们在这个中卫沙漠，这里空气好舒服。迪哥，豆腐在哪儿？迪哥，豆腐在哪儿？他们一直在问我东西在哪儿，因为我是他们的忠实的一个打下手的人，我先去给他们拿东西了。对，拜拜，迪哥的明天见。迪哥的豆腐很受欢迎啊。他们老是吃我的豆腐。对啊，为什么一直吃你的豆腐呢？啊，真的奇怪。我要豆腐。豆腐，豆腐迪。但是我一会儿要。然后给大家看看另外一个家族的朋友啊。我有两个。哇！大家好，我是陈伟霆的家族。家族一员，今天我们是整个家族都跟大家一直聊天。然后主席刚才说了，希望可以坐下来半个小时跟大家一直聊。等一下我有空的话，要让他跟大家聊天，好不好？你不是你刚不是明明说让我帮你举着手机吗？咱们要播多久？你帮我举半小时。你不是让我帮你举半个小时吗？是你说的吗？我自己想举。你可以把它架在某处。自己能举啊、哦？我自己可以。直播啊，不行，这个要等一下要跟他聊，这个太恐怖了，这个人。好，我先看看。过去一点，我不知道我这个受不了。这个。接下来 fire。把头发拿，fire。Fire。你要过去吗？你更好弄。好帅哦！我找一个。大家目光像是我的兴奋剂。我找一个那个案板。大家好，我是一起录音吧的王子毅。一起去录音吧，一起去录音吧。真的好厉害啊！我从来不低下头，看看我的 disco。大家好，我是肯定型的陈伟霆哥。哇！来，你也来一遍。你昨天晚上不是刚学会吗？你在做什么菜？在做菠萝，还有牛排。哇！子怡是我们家族里面生火的专家。Fire, 我们的火都是靠他的 ，fire。今天晚上直播间的大家也要 fire， 可以拿起来，多多支持我们的节目。fire。我要跳过一些神秘的嘉宾。你们还想要看谁？下来，我不知道这个炉子，这个要我接吗？可以往那边一点。不接，这不要。迪哥的炉子，来，你要什么？我给你拿。
我们需要酒精，需要一个砧板，我们需要酒精棉，需要，我们还需要一把刀，这个刀不行，姐，我们需要一个酒精棉，拿碟子，大碟子。你们吃了吗？有没有酒精棉啊？我打算把手机就放在这儿了。也不是不行、啊。今天就是姐的美食节目，我们集体一起录音吧的美食节目，今天我们的最后一顿晚餐。我什么都不需要，我就是大家都在吃完了。展现自己的厨艺。你是可以把端到旁边去煮，如果你你今天要做什么菜？我今天要做牛肉饭。很多牛肉啊，今天。发现了。这个我得找一个。吃牛肉就不冷，大家看到我们在上面穿这么多。这个要吃吗？我们能维生也是靠雅丽了。盐没泡吧？做菜太好吃了。我们这个节目现在变成了一起开饭吧，一起做饭吧。让你吃。什么？你今天哎，这展现一下你今天要做的这个。这道我烤的比较好吃。哇哦！你们想看今天让我做什么菜吗？你们俩可以让我出这个先端起来。哦，烫的啊！我今天做鸡。来，哎，让我出去，这个先端起来。我把位置让给你们。做这一只，这不，就是今天。啥呀，哥？怎么了？哥的食材，再看节目就知道了。地上的保鲜膜，哦、小心。来，他要做一个辣鸡，他平时不吃辣，但是他今天要做一个辣的鸡。酱油男，放地上，放地上。哎，刚好我还做呀。跟那个灶放一样快就行了。标准吗？放这儿。行，可以。来，接着你的锅。你要问、那个。接着你的锅。那个。OK。等一下。小心点啊。哇哦，哇哦，没事。放这儿。It's OK。没事。哇，放那儿。牛肉。小心！Hello， 节目播出之后，你受了很多的好评，这是你第一次的真人秀，有什么想跟大家说？我很开心，能啊，这里哥罩着我。我罩着你，然后呢？然后很认识了我的哥哥姐姐们。哦，啃这个。然后我也开始做，好好吃啊。做饭，这不是酒精，就是。听说你今天有点不舒服。对，一点点，现在完全活过来了。对他今天有点不舒服，因为这里的温差太大了。还有砧板。刚刚吃了一些药。这是吗？现在好了，变精神了。嗯。你做什么菜今天？我要做凉拌牛肉给大家。你的汤就放在那就好了。凉拌牛肉。对。切东西。好吧。好吧。我。我没事干。我在吃那个菠萝，朋友们。我在吃菠萝，这个菠萝是他们最好的果肉已经摆盘了。他们说，迪哥，最好的果肉已经摆盘了。这个没人吃的东西，你来吃。我说好，我吃。辛苦你了。平时他们就是这么对待我的，还好杀青了。但很甜。我要介绍这一集，我们有特别好的嘉宾，也是特别帅的嘉宾。你们知道是谁吗？就在这儿吗？感觉好像有一些人是猜到了哦，猜到了吗？你们？这是真宝吗？我怎么这么红的我的脸？陈伟霆在这儿，爆皮了我。陈伟霆仗着自己皮肤好，在宁夏不抹防晒，整个人晒伤。现在我是皮肤最好的人了，好高兴。我帮你。你一直是最好的，要不要近一点？我经得起这么拍，一点问题没有。但我的牙好像卡了个。打了个菠萝，他皮肤爆皮爆得很严重。哦，对，爆开了我爆了，我爆了，那个爆了，绝对爆了。我把这白天洗。好，我介绍一个嘉宾给大家看看哦。我们想要酒精。Oh my god， 这怎么弄啊 ？Jeffrey， 嗨，哎呦 ，Hello， 今天是 Jeffrey。第一次露营是吗？对，今天，然后我最近是伟霆哥的 fans。为什么最近才是？因为我刚刚出道，因为我突然想起来，我以前好像是8年前看你的一个电影，然后当时我跟我妈妈特别喜欢看那部。那你妈妈现在还喜欢我吗？我妈妈现在有没有换了一个？没换，因为我这两天跟他说我跟你在一起，他又也想起来了。哦，对，你所以你什么电影？我那个名字我今天想不起来，那个，我等会儿跟你说。你等会儿跟我等会儿跟你说。本来 Jeffrey 是特别好，因为他本来是约了他的朋友今天去别的地方录影。
对，当你知道有活综艺有节目，就立马上来了。对，这本来我知道你是义务过来的。本来这两天是跟我朋友约了去北京一个地方露营，然后也是我第一次。结果听说了这边要来沙漠，所以我就把朋友那边就说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我跟伟霆哥去别的地方露营了。然后呢？然后他们就说，哇，祝福你，你去那边应该更好。我只跟 Jeffy 相处了一天，我发觉他是一个特别可爱的男生。我们不只相处过一天，好不好？之前也没有那种，没有哪一种，没有哪一种过一天晚上大家一起，对对对对对，是。这一次的深入的了解非常不错。我也很开心，那我先走了，你先走吧。就大家都不喜欢大家我的直播间是吗？不是，我这个菜抱着都烂掉了。喂，我发觉很多评论一直说，朱振廷在哪？朱振廷在哪？哥，我在。你在哪？我在抄那个肉的血水。你在什么？没有，因为我排骨要抄血水，对，抄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朱振廷。Hello。为什么你的脸在镜头里面比我少这么多？我站在后，我往前站，这样。这样我知道了，我来了你的脸就会小。怎么样？这样我知道了。我跟你们说，振廷今天是做了一个任务，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敢去做的。他我第一次跟他算是第一次见面，算第一次。然后我会觉得，哎，他表面会不会有一种会没有他。就是有一些安静极限的运动，他会不会不敢碰？这个有一点担心。但结果今天的这个节目里面有一项任务是只有他敢做，所以你们一定要看他究竟做什么，真的太帅了，在里面太厉害了。没有割过奖，没有。你点火的时候也很帅啊，特别你教我那个点煤油炉的时候。哎呀，辛苦你了。没有啊，你教了个煤油炉真的是很有技巧性。那你怎么觉得怎么样？第一次录音跟我们录音，跟你们，我觉得是很开心，整体的感觉就是大家都玩得非常非常的开心，包括特别是做的吃的，我昨天不是说吗？我说我就想永远在这里生活。一起吃，认真的吗？我认真，因为吃嘛，大家是对大家做的真的很好吃，对，做吃的真的做很好吃，就是冷了点。我们这沙漠真的很，今天特别冷，对，特别。你今天做什么菜？我今天做的是冬瓜排骨汤，然后我现在在给它焯血水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上面这些沫，这些沫都是要焯掉的，这边水要过掉的，对。所以大概要煲多久了这个汤？其实我马上就要倒，对啊，我要把这个水要倒掉。哦，对，因为它第一遍肉要焯一下血水，然后用料酒泡一下，这样干净嘛。明白了。对，加油哦！好，好了，我为了方便大家，我就把那个直播直接放在这，让大家有一个第一的视角来看我们平常的节目，这里是怎么样，好不好 ？OK。好，我要放这里啊。放一段时间，哎，看看，咦，这里看不到大家，我知道哪里可以看到了。等我一下啊，你看我给大家的福利多好，这个位置，等一下，我就看如果人不多的话，我就会关掉直播，所以你们看着办。太棒了，这样的直播我太开心了，我去生火啊，我消失一段时间，你们慢慢看。好，到400万人的时候才叫我啊，现在211万，我看有没有。好了，机器在这儿。好，嗯，我接过一下。有人刚刚把东西掉进垃圾桶里哦。什么东西啊？我的排骨没了。我在那焯血水，在那倒，整锅汤没了。啊，还好没关系，没事，我们有的是时间，我们还可以再包一下。这段会剪的，只是直播放出去而已。啊，但是我的排，但是我们好像没有排骨了，怎么办？我做别的汤好了。你想要干嘛？排骨，拿我的排骨，我有排骨。
哦，你有拍过。用什么交换？用什么交换？啊。我帮你打下手，一会儿你坐下手。啊，等一下，这个垃圾袋里面刚才有什么东西？什么都没有。什么都没有。嗯。把这个骨头捡出来，把这个排骨捡出来，还可以吃。再焯一遍。好，你先吃来看看。不要浪费，不要浪费。再焯一遍了。焯一下，用热水焯一下，不要浪费。哇！再焯一遍了。等一下，这个里面全是，我看是沙子，没有，不是沙子，肉末，知道了吗？食材我们从来不浪费，这个节目一滴水我们都不浪费，你看了吧，垃圾桶里的食物都拿出来吃，一会儿你就吃这个地方，太丰富了，这个直播太厉害了，先冲一下，这个能吃吗？还可以冲一下，它里面没有东西，你就哦，焯水的时候，它这个垃圾袋刚才倒进去的时候没有东西，那就没事。哇，我好喜欢开直播，朱正廷给我们吃垃圾桶的，要节约，朱正廷，我真的，冲完了以后再拿开水烫一遍，对，没了 ，OK， 进度有点慢哦。好，我就放在这儿啊，慢慢看啊，你们可以边吃饭边看我们这个直播。我也要开始搞喽。今天我给大家做的是宁夏一个当地特色小吃，叫做辣呼呼。我唯一能保证的就是不会把菜掉到垃圾桶里。看，你就很过分。刚刚谁把菜掉垃圾桶里了？朱正廷把菜掉到垃圾桶里，他现在那边洗。老爷没有，因为他没有漏网，你知道吗？漏网，你要滤网。哦，要滤网。他们有一个手套，一个手套，像这样的，你可以。我看一下里面还有没有多的肉。我吃。开始。我吃。哦，是吗？哦，对。能吃能吃，哎呀。哇，这个掉在沙子上是真的好难洗啊。哦，你在等我。没事，你慢慢来。你先。我先过一遍，我再用开水再走一遍。你那一次是咱是，我永远记得是我们是一组，有我永远记得第三次了。哦，不是我们小组，那肯定。姜在哪里？哇，风有点大。没有看到姜。给他们看一下你生活的样子。好啊，我帮你拿过来。你真好。我你也好好啊。哎，在哪里？怎么转过来？我们在干嘛？哦，在生火。我在生火，因为我要做那个鸡锅。嗯。若男，你平常不是做直播没有？我做，我当然做过啊。我们也有这种任务的好吧？现在多少人呢？直播？现在324.4万观看，到400万会怎样吗？400万我就会继续直播。到哦好，有什么福利吗？直播不是福利吗？让大家看到我们干活。看到生火，我帮你架在这里吧。不用了，你放那边好了，若男。先给你把这个火升起来，我帮你再拿回去。真好。哎，在哪里？不会掉吧？不会掉，不会掉。没事。OK。这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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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
这个是我准备了的那些料，今天我要发工了。就是大家一直觉得我做菜难吃，我就做个好吃的菜给大家看。郑婷，你还要那个排骨吗？哦，够了哈、哦，够了。那我就用了。哦，需要水。哦，你也是煮排骨。水。对，马上吧。水。对，我去。我也需要水。我去接水。哎，我去拎一桶。给我吧。来。很香。闻。假文，我们是不是还有一把小刀啊？这儿，大刀在什么？在我这。哦，你就给你弄完了是吧？我，你要做的。弄完了是吗？我还需要去这样。但我快了，我快了。我拿了两桶水过来，感谢你。哎，哥，在这，你放上去吧。啊，大垃圾桶上。哇。哇，你这真的好香啊！葱是只有黄油炒的，然后我想问一下掌上的，你的那个酱在哪？我的酱在哪？一闻就闻出来，就在里面。哦哦哦！你这个了？对。你这要放多少？白了以后，好快！诺南，你确定你要让我把切掉？对。
够，哎，你哥，你刚拿打火机呢？我打火机在这，你等我一下。你的盖子上面有沙子，我知道。你拿什么猪肉啊？哇、哦！你得放料酒，你要放姜。我放了，我放了。料酒放了吗？放了，不太够。那我一会儿再称一下。来，你要称吗？我现在让他先称了。对，我今天太累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呜呼呼呼！因为我是抄的第二个。我这个跟那个打铁一样，需要熬煮。哇。十几分钟熬煮是吗？它是匿名的，匿名的那个款，之前是鱼腥草。这桶是水吗？太恶心了，完全太恶心了，是是完全超过。哇！四川人喜欢。十分钟下哦。我这边还有姜片，可以在里用的。我刚用了，要盐是吗？盐就在这，这个。嘿。哎呦我天，老妖，我的老妖，谢谢。放放盘子里就好。我的老妖啊！用这手套在哪？我的准备好了，接下来我可以腾出手帮你们忙。楚曦，楚曦，有人找你出来一下。你有谁需要帮我？手套在哪？这边。手套在那个柜子里。我不是拿盐，拿手套，冲他一下是吗？你需要拿水。没人管你们是。看看你们说什么。可以看看我这个锅好不好？我不要了。这个鸡锅要大概50分钟，希望做出来是好吃的。刚才用了一个雅丽调的一些酱，还有我自己调的一些酱，都放进去了。这个会很辣，但我觉得会好好吃。对，那边有。好，现在满足你们的愿望了。啊、你们都想看什么？就是啊、广东话。我的。这个不是压力锅。有人不要的食材吗？加密锅。辣有多的东西吗？有。唱歌唔好啦，跳舞都唔好啦。唱歌，我哋喺个节目度有唱啊，跳舞都有啊。对，好，大家也看，昨天是么路透，我跟子怡跳那个舞，好，但是这个只是千万里面分之一，你们想看更精彩的，就只能看我们节目了。你的鞋带伞，哦，我希望可以到600万人吧，我这个人不太贪心，现在我们有529万人在看我们。你们一点都不兴奋哇！啊，就是要这种反应。好了，我继续放在这了，让大家都看到我们平常是怎么干活的，好不好？啊 ，OK 咯。真的好忙，好忙，我都害怕现在有天冷。这边要剥蒜，对不对？对啊。还要吗？你要帮我。这边有蒜，这边有蒜。没有，你这边有。
还有姜吗？姜，被郑婷拿走了。你用完了。郑婷，你这两片姜借我好不好？你就借我两片就好了。你要蒜，这有切好的蒜，大哥。可以。不，我得这个。对对对，不是你可以尝一口。拿点切好的蒜蓉。蒜蓉。雅丽姐，你帮我拿那两片姜给我好不好？这两片吗？我只需要两片。没事，辣乎乎的，做成辣乎乎。谢谢。请问有人见过手套吗？防火手套。防火手套在这里过。太聪明了。来来来。Nice, thank you。我怎么觉得我又在做牛杂皮？要熬到粘稠状。哎，那快快快，那快。太生吃。再快一点。就是。无所谓了，其实凉拌嘛。辣。凉拌牛胸。这个辣椒也是。是吗？嗯嗯嗯。他们这确实很好吃，其实我吃过。剩下的送给你。也是不用是吧？是，因为排骨是西北菜的辣的。好，真的没了，真的没了。OK。就有一个工盆，知道。这两个够了。够了。不用钱就。对吧？好香啊！你尝一个吧。谢谢杨丽姐，你都做完了。做完了。我收工了，不，我我收工了，你都收工了，哎，我的垃圾桶呢？哦，在这边。待会儿就凉了呀。这就是凉拌菜。哦，凉拌牛肉。这边的蒜还要吗？这个垃圾不够了。刚刚那个蒜末呢？蒜末。那就来收剪一下。那个盘子待会儿可以用的。真的好好吃。好怪这么粗。这个冬瓜是冬瓜是谁的呀？冬瓜是朱振廷的。这些都不用了，可以洗了，对吧？是吧，姐姐？姐姐，这些碗些都不用了，对吧？哦，对，都，他们应该用完了。我已经是。对不起。若男刚才的打火机在哪？香油是这个，给力哥了，力哥打火机。打火机这里，这是不是你要的凉拌的东西啊？来来，递一下。若男这是哪？胡萝卜还要吗？不要了是吗？这边没水了。还有鸡蛋，再来点水好不好？这可以。老抽、香油，这个是吗？料汁。谢谢花菜。四川说米饭，别不对，我没开火啊。吃饭是吗？啊，米就是吃饭，饭就是米饭嘛，对吧？嗯。四米。四米。因为饭就是饭，菜就是菜。
热油，然后倒了。对对对对对对。但是你要用这种，因为我这边还没到。那就是你借我用一下吧。但是我在等火，等一下。好。是这样吗？我的大锅，我需要一个呢。大碗，这里捡。魏林哥，火呢？借我好不好？是不是有没有没现在是没有闲置的小锅，是不是？小锅。有闲置的小锅了，有一点渗透的。哎呦，我这太棒了！我刚自己装的水在这儿，因为我这随时加水，不用了。那两口都是装着东西在炖东西，是不是？对。是水，你赶上好年华了。那我可以把这个 水都是干净的。干净的，我倒回水箱里，不用这个烟机水。说说你好不好？太好了，因为有你迪哥。真的，突然出现。不要，稍等。把周围的东西，塑料的那些拿远一点，小心它着火。其实辣火锅里面应该出现什么？哦，我帮你热。看肉。好，谢谢你。嘿。你刚看见伸出来的老抽。伸出来的谁拿的？胡椒好吗？你酱的油够吗？就是黑色的。胡椒很烫。黑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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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Yes。我知道要很烫，我说要大概多少？很烫，过烫就好，就是多一点烫。我问他要多少，他一直说很烫。不好意思。火火。没有。你们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需要你歇一会儿。完全 OK 了。暂停，可以帮我把这两个烧一下吗？好了好了。暂停，不行，还得再烫一点。可是已经哦，好，那等一下。凉的也不错。凉的也不错。凉的也不错。椒油。哦。我这边没有粘过声音。哦，是。有我们有料酒吗？刚才在最后那么一天天被我用完，没关系，我们有黑狮啤酒。焦云，我们有黑狮啤酒。哇，怎么那么香？找外面拿。我需要黑狮啤酒。哇，这个好香啊！我需要黑狮啤酒。十秒可以。哎，这样植入厉害，黑狮啤酒。没有，就在你那。哎你帮我翻一下，行吗？你放点油，然后把这个冬瓜焯一下，有一点点微微的，因为它是糊状，辣乎乎的，怎么样？有猪油吗？我还真做成了，跟撒皮一样做成了。那你找你女朋友好。你的那个娃娃看看你走。早着呢。你要冬瓜吗？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没有。你要热冬瓜吗？尝一个，对。来。我怕没有开餐，我就已经觉得我这个应该还不算太难吃。看到吗？直播自己夸自己啊、哦，自己说自己的菜绝了。好吃吗？这个你的表情，我就差点什么告诉我，好吃吗？多久？你失败了。烫香油。太棒了，你们有700万人。丢丢。好好。挺好的。香油和花椒油。好。超。香油没有，主要是有香油，呼叫香油。其实我想问你们，跟你们聊聊天。哇，一个。你们喜欢看这样的直播吗？其实我个人觉得挺好的，因为有时候一直说话会很干，就好像要硬找话题。但是就这个情景，就是给大家看到我们最真实的一面。能试试吗？这个我觉得挺特别的，你要不要试试？就感觉不是很多真人秀里面，我反正我自己没试过。但你会看到，其实一起录音吧，是一个很真实的真人秀，而我是非常喜欢这个真人秀的，因为可以做自己，也可以就不化妆。
但我是花了一些眉毛，没有变，那就这样了，因为我觉得可以很真实的去生活，然后也可以很真实的让你们看到我们这个状态啊，所以我希望大家也趁这段时间，哎，快夏天了，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去露营，真的很好的体验。你看，我们真实的情况其实就是这样，对，就是很真实。大家现在都有默契，我们一个家族。然后这个一起露营吧，是我录过最快的。这样说，为什么？就是感觉我们刚刚熟了，然后我们就要说再见了。今天我们就各自跟大家说再见，所以好奇怪啊，对，所以就看你们的支持了。如果你们支持多，叫多一点身边的朋友来看我们这个节目，反应好了就有什么呀？有什么反应？如果好了有什么？有客户爸爸对吗？有客户爸爸有什么？有我们，就这么简单对吗？所以。所以今天差不多了，就给大家看到这里，感谢700多万的朋友啊，来看我们这个直播。那我们在那里见，我们在一起录音的这个节目里面跟大家见面，拜拜。我们让大家跟大家 say 个拜拜，我们跟大家 say 个拜拜吧，拜拜，哦，拜拜。